各位的那个回去的练习作业啦，哦，回去可以再练习一下。里面的话，第一个哦，我如果今天希望哦，从那个总表里面，刚刚的那个总表，这个啊汇入的总表里面呢，做出什么？第一个就是枢纽分析。那当然，这个地方分析什么呢？就是把列标签里面哈，拖拉什么呢？我想要统计一下客户名称，好，然后呢，把他们的那个销售金额呢拖拉进来，统计一下，哎，每一家公司的销售，并且把它改成百分比，哎，百分比刚刚做过，所以应该不困难。销售额放过来，然后那个客户放过来 ，OK。那当然，这个地方我是用录制聚集的，好，所以可以把它录制聚集。那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功能，什么功能呢？如果我今天希望哈，最后呢，哎，按照什么呢？按照客户，比如说一般常见的就是说我资料要分割。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那个客户里面的所有交易金额帮我带出来，而且就帮我按照客户分割的话，就是有点像分割资料的那个味道啊。那以前可能要用蛮多方法，你用筛选也可以啦，不过如果说你用枢纽分析表，它一样可以做出，里面有一个隐藏功能的啊，你如果把它点两下，东元电器有没有点两下，哎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帮你什么？哎，跟着一样，应该是点这边一下，点这个点两下，它会自动怎么样帮你把它这个客户里面的名称所有资料哈，自动帮你带出来。那也就是说哈，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，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录制下来的话，其实它里面就一行程式而已。那个程式部分的话，在那个这个是录制的哈，就是在那个94页里面，那其实就是哈，那在哪一个储存格点两下，比如说我在 B4 点两下，B4里面有一行的那个这个指令哦，这个属性就是 show detail 等于数。那意思说，如果今天 range B4， 它就是秀那个，那 B5 就秀另外一个 B， 一直往下嘛。就是里面假设我有好几个，有没有 B4、B5、B6 一直到9，所以4到9。好，那我其实可以什么一样的方式哦，可以把这边写一个那个回圈。那一样，它就什么自动啪啪啪，自动帮我把那些客户的资料就分割出来，并且另外呢产生一个工作表。那我怎么样呢？最后其实可以再把它重新命名，那就可以做出，在它预设没有重新命名，我可以把它重新命名一下。那最后就删除工作表。哎，我们也可以利用枢纽分析表里面的这个功能，可以做资料的分割。只要你枢纽分析表里面的资料，他看到的结果哈，你可以再把他的详细资料调出来 ，OK 哈。那最后我 demo 一下啦，里面大概就做完的部分哈。第一步可以自动产生枢纽分析表，第二步的话呢，就是帮我把它分割出，并且重新命名。哦，里面你会发现，我今天如果要东元电器，它东元电器客户名称的资料全部都秀出来了，哦，那我就可以针对这些呢做后续的处理。啊，最后当然呢，你也可以把那个刚刚讲的删除工作表加上去，哦 ，for i 等于 shift+com 到啊这边这个不能删，所以到第三个啊帮我删掉，哎，那如果资料又更新的话，你就按一下，哎，它又自动又产生了，哎，当然不是只能针对客户名称哦，以后你也可以针对交货地区，针对啊产品名称去做资料的分类，那我觉得。哎，这个功能导师还蛮不错，因为而且坊间书籍很少提到这个功能，但是我工作上还蛮常用到这个功能，因为它可以快速的帮我把资料做分类。那以后的话呢，你也可以自动把那个工作表输出成工作簿了，变成 Excel 的档案。好啊，每个人谁要什么资料，马上你要什么，我马上给你资料哈。那因为今天哈那个7个小时时间要把这些。相对比较困难的哈，尤其程式部分你要讲得很透彻哈，不太容易哈。所以今天的话，基本上我们有把那个影片录下来哈。所以如果有一些细节部分你还是有点不太清楚的话，好，我建议你回去再听过了哈。然后最重要是你要试着做做看，好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哈，可能如果还是有相关的问题哈，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提出来，那很简单，我。以后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哦，你就 YouTube 下方留言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大概看到了，如果你的问题是很明确的，我第一时间就会回答你。
OK， 不过你要告诉我明确的啊，你不要问我那个明明那个影片不是这个内容，你就突然问一个天马不相蜂鸟不相干的那个任何的问题啊，那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OK， 那今天的话，我想大概就时间好像也差一点点啊，嗯。